制造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，是实体经济的主体。为推进制造强省建设，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，我省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的制造企业。合肥约翰·芬雷矿山装备有限公司是约翰·芬雷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为国内外用户提供系列振动筛、离心机、旋流器、重介浅槽、磁选机等成套矿山洗选设备。未来公司将迎合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发展，持续加大产品的投入研发，紧跟国家一带一路这一历史契机，让中国制造走。